大家早安，风扇能不能关啊？我们已经睡饱了，起床了，准备今天要去干啥？今天要回台中啊！回台中之前呢，我们先去一个地方。先走了，一辈子都折好了，拎上行李走。哇塞，这边真的好热，热死了，超热了！走，把我们阿妈带回来叫我们，我们先去楼下走。我们今天，昨天是住在阿姨家，来拿去包包，拿去，对，去阿姨家。为什么重？然后我们现在中午穿放假回去，我不知道。它不是很轻。塞一点东西，塞一点东西。这样而已。这个一个两20块钱啊、哦。20块钱。这个蛙贵、欸。对呀、啊，真的很好吃啊。上门来卖，不是要更贵一点吗？不会，比较便宜。哦，这是我们的早餐，好吃。嗯、真的好吃啊，你慢慢吃，他的那个多吃几一个没有关系，吃一个就可以了，早上可以的啊。以德不吃吗？我要，很好。然后你妈妈喂你吃一口，真的好吃啊，软软 Q Q 的，对，比外面卖30块的还好吃啊。嗯，主要是它里面炒那个菜段很好吃。对呀、啊，他都自己炒的啊。啊，怎么现在要去拿井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啊！不知道的话叫雨雪的妈妈再过去就好啊。嗯。哇，我们是第一波哎！选择障碍，下午冰哎，好便宜哦！我选一个下午冰，你不要什么都巧克力嘛？看看下午是啥味道啊？哎，我们不用选一样的，我们可以换着吃冰淇淋。我不用吃冰淇淋，那个这也是冰淇淋。下午？嗯，下午是不知道。有点像我们小时候那种健素糖，嗯，好吃吗？不好吃哦，我叫妈咪。可是我想试试看，哦，这是这个做的，等下进入先试看一下。这还卖东西的，而且还有鱿鱼丝，还有刚开始的。你要哪个？你要牛奶啊？牛奶加什么？它可以配两个黑糖跟牛奶。嗯。你要脆皮的还是碗装？碗装就是这样。他要脆皮的，一个脆皮的，可以了。好，这个不用扫吗？要扫吗？这个有汤匙，两边都有。好的，谢谢。汤匙拿两个。好的。134，收你134。这边拿了吗？来，我给你先吃一口，你先试试看。真的吗？你拿吃看看这个酵母的红豆的。哦，这个融化的很快。酵母的好吃哎，有点像杏仁的味道。拜托，那可是牛奶。我刚才吃的是酵母的。我想说，你说你了，来给他管。你来都不吃，我是常吃呢。我们阿芬你不爱啊？就拿我拿的，直接挖进来。不用，直接拿吃。这个我们也常回去，都买回去那边冰的。啊，你刚才阿舅还叫我说再多买冰吧，我跟他说不要，他八点冻，然后边吃完。他也能先吃吗？之前二姐回来的，啊，冻掉皮了嘛。嗯。啊，一个你敢讲叫我进来当客来再讲冰？嗯。个因为客来，因为都买足侪冰棒去冻了。嗯。我食开今麦拢阿个食了了了。对哦。你们家冰淇淋吃超快的，我妈每次从这边买，我是冰淇淋跟冰棒。你们买的不是那种，上次买冰淇淋，上次买冰棒，结果她吃超级猛，天天一个人偷偷摸摸的买。你是买冰棒喜欢？都买冰棒，我才当阿婆背遐济，等于免三工食了了。买了都热了，你知无？对了，两个哦。啊，你们家不是也有冰淇淋？苏丽，苏丽。哎，你敢晓得红豆多不多？它的红豆真的好吃。嗯、我们来一罐这一种，你们这一种都会买回去。很香哎，红豆很香。都买回去冰在冷。可以了，拍好了，拍好了。那个传给师姐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好。传给师姐。
铁罐、玻璃罐、保特瓶。哎，那我这纸，哎，那我这个纸盒丢哪？哦。当然了，很好玩，还有洗手的。这边有很多个位置，周末人一定非常多。站哪边拍照？帮你们拍，这边。好，那我跟你拍。这地方很大哎、欸，嗯，我们又换了一摊，看看，这是洛梨吗？阿姨，这洛梨树啊？对啊，啊，真的，哇，这是可以摘啦？哎，我是觉得可以的，还要问阿姑啦。哦，种的人比较知道了。啊。今天洛梨产的也很多、啊，因为那个阿福山寺旁边也有一颗，那颗更大颗，更大颗、哦，嗯，更大哦。哦，真的哎，好漂亮哦，可以摘了、啊。这都这那剖开来有无？我记得应该找一找。剖开来都看黑的。哪个叫剖开来？那个，它的那个地头，晓得不？啊，头那边啊。哇，这个好漂亮！这花有生杯啊，呢有无？嗯，啊，生杯啊就好啊。生杯啊，杯啊就草皮草皮呢有无？啊，阿姑的台语超滑滑的，哎，所以蒲公有一粒的吧？哦，有一粒粒的，就是、嗯、是吧？就是熟了。哇、嗯哦，这好漂亮！哦，这颗好漂亮啊、哦！嗯嗯。那个还不甜，不甜呢、啊，这个、啊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差不多。甜甜，哦，这是椅子哦，这个很强。一摸就可以了。哦，你的袋子都不用拆，直接摸。对啊，你最爱吃的洛梨在这里。还好啦。哎呦，这个还好啦。快来看洛梨树，哇！嗯，好，我看看啊。好。好。阿姑，你小心哎、欸。阿姑是跳去包厢。哦，这是有练过的。像猴子哎、欸。很强哎、欸。好危险！哇，好危险哦，真的。普通人不要学。我再给你拿点，刚刚带回台中。嗯。对。你说那个仓库旁边那边更大？更大。好。然后那边比较矮。哦。好吃吗？哎，拿着拿着一下，我带你去摘另外一个。对。走。要吃的人就要自己带回去。我想要。对，他现在有背包，嗯。可以吗？再换金果。哦，这个很黄。嗯，都好啊啦，很棒的。嗯。看看。OK。来，我的长镜已经。哦，来。好漂亮！建材，这边看看，来，来，来，我接着，谢谢。妈耶呀！拿着，丢，嗯，拿着，嗯，看到没有？没听到。慢慢拿一下，拿不完了。嗯，最爱的。哦，这个爆开，哎，爆开直接吃。今天还有的落雨，水用起爱慢啦，用。哦，好，走了。嗯、哦，在这里啊！快来这边摘洛梨，快点！嗯，先把它放在这里啊，然后我们再过来拿。嗯，好，这边。嗯，原来这边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走。哇塞！哦，在这里哦。哦。
的比较大，所以品种不一样。哦，有笼子哎，有笼子哎，对哈，有笼子。品种不一样，这个对。小鸟的笼子，有有有，超大的，给你养小鸟，哇，大的，啊、超大的，对，有好多、哦。我们笼子就从古公家带回去的呀，我觉得这颗应该是可以了，可以摘了，摘一个，嘿，看熟了没有？熟了吧？这个熟。这是什么？没了。啊、哦，小小鳖哦。好的，好漂亮哦。要不要抓？没看到。我要拍给你。不要。这两个就看到这几只鳖不动了。找到了吗？总共几只？这边。总共几只？这边。来给我看看，哇，好小！哎呦，这个鳖真的是好小哦。好了，我们换个地方吧，把手去洗一洗，走。哎呦，飞机，直升机。九公又带他们去看鱼了。哎，我们待会要抓点鱼回去啊。哥想谁啊？嗯，对，超级大，啊、再羊头，再一个羊头，来，要不要这这嘛味道，快加这味道好了。这个酸酸的，甜甜的，甜甜的，嗯，好。这个羊头的花也好漂亮。嗯，先摘一颗，乐不乐？嗯，他们两个好可怕。他们两个在玩打水仗呢。来这边先乘个凉，热死了。来，他来，我给你们削一个。不想吃，一人一半。不想我跟你说，他们很奇怪，每次都是，哦，我不想吃，结果回到家里面就是这个要，那个要。吃的，好。哎，要吗？喝水。嗯，好吃。哎，你要喝牛奶吗？是不是超赞的？来我在我家就是吃不停，对吗？一包一块的。我能看你有钱免钱的门口。啊。嗯。这是台湾的名产菜脯，哎，这有加盐巴哎。我老妈的盐巴，不必嫌烦。嗯，我已经闻到香味了。这是什么啊？跟稻草啦。为什么要跟稻草放一起？人讲安尼较有味道啊。哦、是啊，真的吗？嗯。那我们今天我们要坐车回去，我们带不了那么多。这个可以，这个不会很重啊。好好好，我很喜欢吃炒菜脯。哦，我也会吃炒菜脯，夏天很开胃啊，吃不下饭的时候来一点，加那个用辣椒炒，对不对？嗯，没事的时候坐在这边乘乘凉，吹吹风，也很舒服哎。在舅舅家收刮一轮，下一站吃饭。好了，拍照，吃也吃完，打包也打包完，现在要拍照了。OK， 哎，过了，几千几千了，拜拜拜拜拜拜拜，好 ，OK， 好，拜拜拜拜，去台中玩啊，拜拜，好，好，走了走了，要开店，要上班了上班了，好，拜拜，准备回台中了，自强号哦。我们不是坐区间车，买啊，买坐区间车啦，坐不死。哦，区间车这么乱，有近的爱坐近的，你莫给我坐区间车。我来的时候都坐区间车，那这样能刷悠游卡吗？还是不能？啊，不能刷啦，这个有座位的啦。哦，好好好，好 ，OK， 下来了。我不当哦，谢谢。要来了，我的包。另外一边。
哦，啊，你们的一个包包，还有一个包包，谁的？来来来来，感谢啦！哦，给你们，给你们，给你们，拜拜。拜拜拜拜拜拜，走走走走走。哦，拜拜，好。你在抖呢哦。OK。哎呦，台湾的暑假怎么都没人啊？那车站都没人哦。七，那我来的时候是110，坐区间，现在是自强。来。哦，走了，是擦的吧？用啊，这么任性的吗？连检票的人都没有啊？啊？好，第一月台嘛，一楼。是因为阿妈带着超重的行李箱，所以呢需要电梯。我理解，老人家会闪到腰。老人家闪到腰，对，尊重一下哈。再来一遍，活了三十几年，还是第一次见。感谢观看哟。